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阿弥陀佛，我说在困不？你弄去困了。念一下，保持觉醒，不要睡觉。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忌讳爱困，因为。唯有醒着才能够有正念，所以当然困嘛是爱困，就是说佛教告诉我们不要被无明覆盖住了，所以佛教把烦恼当作跟着睡眠，睡眠就是那就跟着无明，就像跟着睡眠一样，你就会起烦恼，看不清楚真相，你若无多了解自己，你嘛无多了解别人，你嘛无多了解世界，然后你就伫这个世界内底足艰苦啊！子孙要甲你讨钱，完成债主要找你啊，身躯要让你破病，所以那一定要保持念头，因为人会老，但是心唔通老，安尼啦。所以你那一句话讲几啊遍，那叫做老啊。你的心嘛老去啊，啊，迄阵你都不好超度啊。这个世间干呐，一种话在直直念，直直念，念什么？跳，就干呐念阿弥陀佛，卖到念东念西念母嘛，加念孙，那你就变讲失去正念。所以咱今晚要来念经，好唔好啊？念经就是念佛的思想啊，佛的法。所以一心念佛，当然狭义上就是讲都念佛，但是广义上呢，各位来依菩提心，亲信因果，读诵大乘经典，不但呢，还个劝进行者啊，劝大家，教大家。来念佛、发菩提心、念经、断恶修善等等，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是为了让众生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示现就是弘法利生45年。所以因为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佛法，这个世间就像没有空气一样啊，每个人都在痛苦的状态。所以所有的痛苦不但怪不人，所有的痛苦是因为来自自己的无明我执。所以佛陀说无明为父，爱染为母，这个无明我执你就会去爱，你就去爱，你就会去执着，那你就会生老病死，不断的在三界六道轮回。虽然你有善业，像各位咱基本上是人，是不是善业有艰苦吗？那不然你来要从啥？就很艰苦，要来受北关斋，看会解脱未？啊，往生净土未？有钱嘛艰苦，无钱嘛艰苦啊！所以各位食老有够艰苦无？唔通转去啊啦！紧去极乐世界，
啊，嘛免回去厝诶啦，找一个所在好念佛，食饱就念佛安尼。啊，卖去有世间诶代志卡着，宁可念佛念甲死嘛，莫念甲病去倒甲死，是毋是？哦，啊，你若无念佛，你著念病，你著规工破病安尼啦。所以啊，你若念佛，就较袂破病，因为你诶心念无接着这个身躯，无接着这个世间。一心念无破病来，你点到欢喜，紧下要来进入世界、你就较早往生。那么也因为念佛的因缘，互咱消业障、消病苦。这点各位爱记好条。所以来超过60岁才举手。我嘛60啦，好啊，差不多啊，会使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放下，要精进，能够想东想西。麦讲插吧，放下世间，发菩提心，念佛，对不对？所以刚才咱起码还有一点点体力，所以呢，赶快去做善事，对不对？赶快去做一多多一点，参加法会，利益众生。所以60岁了，就后半段了，至少未来是为众生，为未来。那也希望把这个术士的。冤亲债主，金刚害者，对不对？做功德忏悔，还他债，那是世间的对对错错，不要再提了，放下，放下。所以，那刚好在我们懂佛法，一心念佛，广结善缘，所以胡高公来以念佛为正行，以行善为助行，那我们就。广做善根功德这社会就要神书啊，咱都来到三港所以啊，去讲做念啊，去看病人啊，去奉心，不要一直牵在家里面，因为咱这个厝啊，我们为什么出家人要出家？出家人最怕回家，因为一回到家，那个都是世间法，拢是世间的环境，这无法度小看这所以出家人出家的意思就是要放下世间，所以这样才有办法呢，可以亲近众生去解缘。因为你去外面帮助别人，那个都没修看这，对不对？你回到家有感情的问题，所以不要不，那是来感恩兄弟，要修土，要计较计较，子孙要讨债这样啦。所以佛陀制定出家有它的意义啦。所以就像守八关斋戒叫我们远离世俗，所以今天不能有世俗的念头，今天还要保持精进，不要懈怠因为世间真的是压力太大，这压力也是我们术士的缘，术士的感情的缘，业力的缘。所以有一位菩萨他刚刚呢找到我在那哭，在那哭，我看他很有钱呢，那为什么哭？有光师父，自从我有钱以后啊，我妈妈跟我要了好几千万而且呢，兄弟姐妹缺钱，我妈妈也要出面跟我哭啊，所以我越有钱，他们越贪心呐。那我说你也很贪啊，不然你怎么会有钱？你每天贪着要做赚钱，贪东贪西，开饭店、开公司、开餐厅，你这么贪干嘛？你这么贪，家里的人就会一直来贪，这样而已了。所以够了就好赶快修行。所以跟我年纪一样，也60多了呢所以天天痛，痛还在转哪坦哪念，哪坦哪念因为你坦那边就来吐去，你坦那边就来吐去，所以你就这么甘愿了。所以那但是你又想说，那我不赚又不行，所以我不赚，他们跟我要怎么办？我儿女怎么办？儿女是你心甘情愿给他，兄弟给你托钱是你不甘不愿，但是都是因为贪，所以我们要去想这一点。所以佛教叫我们要常行布施，所以进一步变成一种悲心的无我的布施，众心开要紧这么多无量无边呢。反正大家饭都还可以吃，很多人都没饭吃，对不对？大家还可以走路，很多人都已经躺在床上。
我们现在还是人还不错，但是他们很多众生都在三恶道，你看醒而情臭，怎么去帮助他们？好，各位手上有一本非常重要啊，《慈悲菩萨行》都是经典里面的精髓。你别发慈悲心做菩萨，那你应该要怎么做啊？事实上是每一段都很重要，因为这是很多佛经里面的精髓。当然，我是希望各位呢，一本一定要对头壳尾个看完、读完，不是读完就算，要去做，是不是？你去了解内底道理，哦，好讲诶，你拢免怀疑，足好诶。所以呢，文思修，你读，然后你去了解，然后你变化去做，啊，去修菩萨行。你若修菩萨行，你就发到超越家己生死轮回痛苦。啊，佫有法度帮助众生，将来你究竟成佛，就近超度众生。请问阿弥陀佛可不可以让众生成佛？一定的，你只要往生诸佛菩萨的净土，没有一个不成佛，迟早而已啊。这个迟早是个人的发心跟他的福德善根啊。但是我们现在就一定要追求，以这个追求福德圆满。智慧圆满的心叫菩提心，来念佛生净土。所以就算你从净土来，更要来圆满这两个资粮，这两个资粮都圆满了，福德与智慧，所以你才能够就近像阿弥陀佛、药师佛、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样来救度众生。这样各位要把生涯规划定好定好啊，大乘佛教的教育就是希望所有众生通通发起愿成佛、为利益众生成佛的菩提心，而来精进的实践自利利他的种种的波罗蜜。所以啊，别那去走，所以我们一定要读诵大乘。如果你不读经典，你用你的想法在行菩萨道，那是你的想法，那不是佛成佛的菩萨道。那现在有很多人用自己的想法努力的去做善事，当然做善事社会会给他掌声啊，会有人护持啊，但是他就忘了佛法，那就变成一种世间善法。世间善法是有善业的，不是没有果报，这个善业，但是毕竟不是成佛。所以成佛还必须符合这些刚刚讲了身心因果、出离心、大悲心、空性，所做一切回向众生、愿众生成佛的菩提心，所以大家拢要背啊。但是你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按照这样去想。那为了如此，所以所有的经典要随缘的去了解读诵。但是我知道各位现在没时间了，所以我就请人家帮忙，我自己也在努力收集好这些，让各位至少看重点啊。不然的话，你要整部经看完，有些人没耐心啊，请翻到141页，141页。那佛陀很喜欢讲了32项重点，叫32大悲心啊，佛陀成佛的32庄严相。所以在这里面有32个成佛的要点，我们把它揭露出来。第一页140，我们把先1到5念一下，让来解释一下。但是首先要问各位，各位愿意做菩萨佛？哎，你要说愿意，那愿意来读才有意义啊。嗯，所以你要说，我想，虽然我们现在不是真的菩萨，但是至少我们朝这个方向啊，朝这个方向。那菩萨的意思是说，不要为自己。菩萨戒就戒自我、戒自私，因为所有的痛苦来自于我、自我、我执、自我爱惜、温安、温健、怪我的身体、我的想法，那所有痛苦的根源。所以你要解脱乃至成佛，一定要把这个自我自私消除掉。那怎么办？完全利他，完全为众生。所以那这个叫菩萨啊，
菩萨叫菩提萨多，萨多的是叫有情众生，大家都是有情，很强烈的有情事，但是要把这个强烈的有情事追求菩提，追求不但让自己成佛，也要让众生成佛。所以愿所有众生都发菩提心。向各位现在每天要回向给你的爸爸妈妈，回向给你的兄弟姐妹，特别要回向你的子女，天天你要回向给他们，愿他们断除邪见，愿他们发起菩提心。所以这个叫药师法门啊，也愿他们消除业障，将来往生极乐世界，那叫弥陀法门啊。但是无论如何都是希望有缘人一直到无缘的所有众生都能够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名为菩萨，那菩萨就要受菩萨戒，那菩萨戒不是光又不是戒经讲了六众二十八轻，那是一个入门，而是所有的善法都是菩萨戒。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读诵大乘，但是读诵经典不要把它当作一种研究兴趣，是在实践深信因果的行为实践来读诵大乘，以大乘来引导自己这种深信因果利益众生，进一步劝所有在轮回的友情都能够如此。但是现在的时代变了，现在因为末法，网络发达，科技发达，物质欲望很强，往往现在真实能够深入经藏发菩提心越来越少，但是也越来越少我们更要精进。所以大家都喝醉酒了，你不能喝醉酒，是不是啊？大家都在黑暗，我们要拿着灯，不要让他们跌倒。所以简单的说，一点都不执着，却生生世世的去关爱众生啊，为了最后成佛才能够就近帮助众生。所以广修一切福德，却不执着一切，叫福慧双修。所以菩萨虽然讲空，但是却要三轮体空的去广修功德，去牺牲生命，去奉献财产啊。所以我们要累积所有成佛的资粮。那如何达到这样呢？那佛陀说有32条。那各位刚刚念了法不法喜，哇，这比几千亿都还重要啊！世间的金钱带也带不走，生活上享受那也不究竟。那能够听闻佛法，实修佛法，而且佛陀讲的是一点都没有秘密的，你当下去做就可以成佛的，而且都在经典里面。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心，很认真的去读诵经典。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中心包括新店都会陆续的开研究读诵经典，每一个地方读了不一样。事实上这20年来我已经累积很多了，你读到往生还没读完啊。所以但是各位要很认真，所以再加上你自己愿意去研究，也把研究的找出资料自己在实践，然后也请别人跟我们一起了解，大家一起来实践。就像各位喜欢去助念一样，助念已经成为大乘佛教的普遍的慈悲，但是不是光助念，但是助念就让我们这么发喜啊，因为呢这能够达到一个很就近的了解生死的轮回往生净土的殊胜。所以助念可以帮对方成佛，重不重要？太重要。但是怎么去做啊？你能够具足菩萨道，你能够把助念成为一种整体的社会关怀，一个世界的社会关怀，当然要怎么去发挥。所以第一，菩萨应当不失正念。菩萨活着干嘛？就是为了成佛，成佛就是要实践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就是六波罗蜜的自利利他，如何断烦恼发智慧，
如何广结善缘，广度众生。做什么事情都不离开六波罗蜜，悲智双运叫六波罗蜜。所以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保持在悲智双运，保持在六波罗蜜阿弥陀佛的同行同愿。所以各位今天来守八关斋戒，也是保持在六波罗蜜，不失你的时间，不失你的财产，来为众生持戒，安忍在持戒的过程。所以精进不退转的，而且保持禅定的这种的正念，而且了解万法的空相，却为了成佛，那就是说同样一个动作，那你都知道这个都是为了成佛的。那只要为了成佛的福慧双修，都不会离开六波罗蜜的。所以每一个动作你都要想，吃饭为什么要吃素持戒，为什么要上供下施布施，对不对？那吃肉好不好？不太好。但是所以安忍，菜好不好吃，特别各位今天过午不食，所以而且认真的去做精进了解禅定，而且吃饭的本质了解，食存五官，而且是为了成佛，为了圆满菩提心在吃饭波罗波罗蜜。来这里煮很好吃的素食，引导别人来吃素，告诉他佛表，方便波罗蜜。愿众生都能够了解吃素的慈悲，而发起成佛，有这种愿波罗蜜。所以愿所有的功德能够来利益众生的力量。最后呢，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成佛，有佛陀的各种的智慧，智波罗蜜。所以那你现在每一件事情，你到插花也好，供水也好，走路也好，开车也好，到公司上班也好，如何让他都保持正念在行波罗蜜。所以那各位要经常去思维，我这样讲不见得正确，这是我个人的体悟，但是也不离开佛经。那你就不断的去体悟，不断的去做，哪一天会有更新的更善巧方便的体悟啊。但是如果像各位我这样念一遍，自己又解释一遍，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就知道活着干嘛，呼吸不要离开波罗蜜，保持正念。所以有这个正念引导我们的身口意。第二，菩萨应当作于忍辱。你今天要做菩萨，不能不厌烦，看不起谁，甚至骂人生气不行，能忍诸恶，不善因生。对方对你没有讲好话，甚至呢调侃你批评你，你都能够安忍啊。这个安忍不是忍耐啊，这个安忍是哟，哇，原来我还有一点点要生气啊，原来对方提醒我了啊，我怎么可以有生气呢？那代表我还有一个我没有空性啊，代表我耐心不够。透过对方这种不善的因生提醒你，消除我执，相信因果，升起悲心。所以你要把这个对境当作一个法，甚至你会升起对对方的感恩心。没有这个逆境，你怎么会修行呢？啊，所以要这样，你要决定好，你要做个菩萨，你就要决定好。这个世间你很容易看到别人做错事，但是请你要用悲心、柔软、微笑，拍拍对方的肩膀，没关系，这样是怎么样改？你要可以跟他讲，对方也会接受。你刚拍饼去，喂，走走走走，啊！所以义工们，义工们，义工们，不要太凶哦。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改成所有都改成慈悲之业了，啊！你的脸不像慈悲，就不符合做义工的条件，甚至不要谈出家了，啊！出家人没有悲心，不要谈了，没有资格了，啊！所以。既然我们读了这个经法，我们就要认真，就要去实践它，这样才有意义。三者，菩萨应当坚持庄严，为佛法总固。什么叫佛法总？让佛法延续下去。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佛法，这个世间太痛苦了，如无间地狱一样，不停止的痛苦。所以做个菩萨要坚定发誓，一定要让佛法永存在人间。
所以一定要让阿弥陀佛的佛号融入在第一恶鬼道，这样坚定的为他们而念。这也是每次各位来参加法会都看到，永远都摆了六道的牌位，永远祈请六道成为我们的贵宾，永远为六道众生在努力。所以因为众生皆可成佛，所以一个地狱的众生如果知道自己可以成佛而念阿弥陀佛，他会不会马上超度？马上就极乐世界。有时候超度最难的是人呢，地狱道、恶鬼道死掉的动物，你给他念阿弥陀佛，他很容易就去净土。阿修罗道，你用柔软的慈悲感动他，他马上就脱离修罗道，往生净土。但是最难的就是人道，还有天道。天道因为福报太大，傲慢啊。人道人物认为世间还有快乐可言嘛，所以谈谈恋爱有钱也蛮快乐的啊，身体健康也觉得蛮快乐的，所以对于无常体悟就不强烈。所以各位最好在生命里面就有一点点的痛苦，那你破除骄慢心，有一点点的痛苦啊，当然太痛你也不能修行，所以就叫菩萨或比丘总带三分病，有一点身体的不如意，心体的心理对这个世间五浊恶世的不圆满，所以这样才不会放逸啊！不然的话，一个人什么都有了，很骄傲，那就不容易体悟无常，就这个意思。所以佛陀叫人臣，为什么佛陀示现人间？人就是这样，短短的100年，80岁，生老病死、爱恨别离，通通有，所以甚至苦多一乐。苦多一乐，就像一家公司100个，只有一个是董事长，其他人都是员工多一点嘛，对不对？那大部分的都是苦，病人比医生多。这个世间不圆满了，痛苦的比较多。就像各位知道，我去日本回来，我们都觉得日本人很苦很苦啊，那种压力、社会压力、那种比较、那种表面功夫，他们日本人就是不能对不起别人这样。不能让别人讲你的话啊，一直很对不起对不起，在日本最喜欢讲请指教请指教，你真的给他指教还跑掉啊。中国人是你不要指教我，你别供我，你供你的后啊。日本人的请指教请指教啊，所以这是民族的很有意思的。但是我想这两个人呢、日本人跟我们华人是互相要学习啊，所以我们华人汉人要学习日本的外在的这种正气，但是他们也要学在我们内在的这种啊自在啊、重道德啊等等。所以那个的无累不退，那这个无退不累，这是台湾人讲的也有道理啊。所以两方面还要，但是不是光这样，是所有众生我们都要为他们坚持庄严不退转，让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佛性啊，这样他就没有白来了。所以看到任何一只动物都要这样念，来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哦，你就种下了这只动物，他就种下了将来成佛的因，是因为你的这一句话。当然你可以给他念阿毗迦南嘎，念嗡嘛呢叭咪吽，念阿弥陀佛，对不对？都可以的，他就种下了将来成佛的。第四，菩萨应当离诸谄微身口意法善直直故。所以各位，你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这个人的诚意啊，善直直，真心的要修行。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内而外，直直朴素诚意。我想要念佛，我想要吃素，我想要出家，都非常的里外合一，而不要虚伪。所以要离诸谄取虚伪。所以有些人说师父我跟你出家，我知道他是讲假话，对不对？他只是希望我们跟他得到他想要的，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谄取虚伪。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掩饰自己的缺点啊，
不要习惯爱面子掩饰自己。